谢谢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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咱这边话，各位乡亲，其实我咱处理这十几年吼，咱现厝单位我拢蛮多话，啊，但是今仔日因为各位恁有看到吼，因为阮为着要发布布啦吼，啊，互伊较充充足个时间伫遮做准备，啊，所以我直接听讲我话，啊，互伊较充足个准备时间吼，啊，啊，今仔日真感动啦吼，这个经历哦是我做大学，我做老师做三十多班啊吼，第一届主持吼。非常非常感动哦！啊，今天伫遮，我要代表咱朱龙国秀哦，包括朱龙剧团啊，还有太古队哦，特别感谢咱贾立定啊哦。为什么要感谢贾立定？就是讲，咱的紫龙剧团哦，去做新的采购新的时候，我为伊的一个遗憾嘛吼。伊迄个五年哦，伫个太古小那边做的是咱谢里长、咱谢主委这个团的时候，我甲讲哦。哦，我都不讲，不敢讲出来的一个秘密的讲，我那边去家里去见到华人，但是我唯一的遗憾就是我无机会来咱刘家家吼，演给咱刘氏结婚看啦吼，啊，无机会来演落咱乡亲看，我感觉足遗憾的。啊，我唔知影讲我演掉吼，啊，迄个小弟讲俾我，我好我注重公司的小红剧团一个团队的机会，所以总经理决定讲要团赞助来演戏。所以而且哦，我有其他这个这个经验，我来这边一个团的心愿，来个感恩，我们先谢谢局长哦，谢谢哦，谢谢这些主委哦，哦，我发个遗憾哦。啊，比如我讲的这些机会，我在咱六分钟也是会带会的名字哦。今天我们打完的小红剧团的新生哦，表达出来哦，我们深深打咱的表现这个一起多哦。为什么哦？其实哦。阮出去公演哦，有公演差不多十一场啦。天气拢无偌好哦，一个月一个月，四月底到五月二号，差一个月时间。但是，我若要讲季节啦吼，好地点吼，包括我要去花莲哦，我要去花莲，规日落雨，落雨落规日落到花莲。但是我要公演的时，就是真正无落雨。但若阮演了，要倒来嘛是要落雨哦，所以国际机。哦，我感觉讲，咱代表主流国小，代表咱用强中去演，确定你就会看到哦，确定会一出，就是咧咱诶主流在地农进入农村节目出。咱咧演诶时吼，咱有感应着讲咱有先结婚哦，甲咱印度诶相熟哦，所以咱诶省这个教育部诶学生诶功能哦，非常非常诶完善哦，所以我感觉讲一点点感谢咱有先结婚，伊是我咧。在各位乡亲哦，你要把这深深的提供给大家哦。为什么哦？其实你肯定来看到哦，咱演员有十四位，咱的一个主角哦，十五位。但是咱所有的团队哦，咱动用非常非常的多人哦。咱小龙剧团包括咱的太古队、古平爱先生，就是咱的演员加好，嘛是咱的主要团队，都是咱的主要团队，包括咱的教师员工哦，包括咱的王老师，包括这些人。但是嘛，包括咱在座各位同事哦，各位家庭最好都在支持哦，所以哦，到今日的时候，我是一门分享的，是在一个做，那我可以讲到的啦。那讲到咱的，他们咱看到是看到两部分，第一就是咱的泰国，啊，第二就是咱的剧团。咱的剧团哦，我若无记唔对啦吼，一年前六月初三哦，我记应该是咱一百年六月初三。咱个小龙剧团第一届哦，要去参加咱县市合并哦，诶，第一届的戏剧比赛，我非常的紧张哦，就是要演拍定啊，他们都已经拍定来看到，咱在地咱个新竹龙主持的过程，咱要去参加咱台南市哦县市合并的第一届，咱要去参加比赛，我真诚心啊哦，我校长带着我剧团的人，我剧团妈妈，我同老师，我所有人，我摕我的剧本，啊，我跪伫迄个表现内部的面前。关注注意啦吼，假如假如你吼在打咱表现，咱去第一个，公关平安奖，大会前三个大会前是第一赛吼，第一赛，他就注意吼，来来来，表现第一，第一个哦，他就一般都咱第一赛吼，大会前是第一赛，咱去集合，会集结，他哪边先能过，哪边先咱表现第一的过程吼，后面后面所有素材吼，咱台湾可以听吼，咱第二个吼，下一个目标。
行到的哦，六月初是行到，去年六月初是行到的。咱初中国小的小龙集团竟然伫县市合并第一届比赛，咱就着全市的第一名。六月初是得第一名以后，即阵一年来哦，咱的小龙集团开始辉煌腾达哦。差不多你看到迄个是儿童保护季，迄个是伫咱十月五年十月。咱去台北三峡有一个客家文化村比赛哦，就全国儿童戏剧家务中心儿童戏剧比赛的前四名，伊唔敢公布成绩，伊就算前四名，但是我去有查成绩，咱是全国第一名。就是咱的进场，全国有三个奖牌。啊，佫正刺激的就是讲，伊伫发这表演的过程啊，这比赛这个人甲路影吼，啊，比赛出地方个 YouTube 啦吼，你若看 YouTube， 你等于 YouTube 个。打小王集团一定有人打小鸭皮破几三万，结果台北台北台高一个关怀协会去看到，这小王集团这个囡仔演技哦，这纯真，所以专门不办台高派伊的一个师祖伟哦，一个科长一个负责人来咱家，把咱头头接招，所以咱有年正月，今年正月，今年正月，伊邀请咱规团呀去台北。大一堂哦，啊，其他同学拍一个儿童先导，保护儿童先导，这属于参考团的一群。一群咧已经拍一个电影哦，那是请大爱集团的一个摄影师来拍，然后咧专业拍。所以参考团有一个儿童保护季，台北志愿关怀协会也收一个用一个迄个专题，全国所有的学校都会做先导。同款的，咱今年三月台中市哦，伊咧办一个文化节哦，伊也嘛知影讲哦，咱这个泰舞队也不错，伊嘛邀请我来去台中市啊做表演。咱今年的四月，咱有参加咱的迄个公共电视哦，咱的公共电视要开播一个节目，叫做《台湾囡仔赞》哦，《台湾囡仔赞》这个还没开播的，但是伊要去全国的学校去宣。好好享受一下，结果伊选33间，咱嘛甲报名，所以咱个泰舞队，你头摆泰舞队，就是选中33间台湾，你看站内底节目个其中一个，阮今年到位啦吼，放暑假了到位，即个囡仔，即个泰舞队个囡仔，伊特别去公共电视做鸟拍片吼，哦，这是真好个成绩啦吼，啊一路做行过来，咱小龙集团也好，啊泰舞也好吼，我头摆讲个泰舞吼。今年咱一百年哦，泰国咱参加南昆森林的海洋两岸的泰国赛，咱是全国第一名。啊，伊伊当参加一个舞龙杯比赛，嘛是全国第一名。所以伊那个组嘛就是两个冠军哦，就是戏剧加泰国两个全国的第一名，慷慨的。所以当咱的集团在台湾底下去走，咱去公家的公演，咱伫咱的文化中心的公演，甚至咱到那个花莲。阿哥发的，风华大赏不少。你国外就是，大家都眼睛一亮，讲我靠，这个集团真好干。阿哥，这集团里面，像我爸爸除了咱团队以外，就是咱的故事上的。接下来，咱训练这个过程就是幸福农村曲哦。这个幸福农村曲哦，有三点先讲哦。A 就是在地化 ，B 呢就是咱主要在地故事啦哦。啊，有没有故事雷同？我唔知啊吼。啊，大家看卖哦。B 呢就是讲一个。阿嬤甲孫仔伫咱即种居家的生活的过程内底哦，啊，发现把咱的幼幼小朋友做宣传哦。啊，第二就是咱这个故事，这个剧场内底就是他们讲的，咱是靠展现出咱是一个团队力量，咱不是一个囡仔力量，咱是一个到处的力量，咱是咱在地主动的间隔哦，包括咱社区，包括咱家庭的，包括咱各位家庭的支持所展现出来的力量。第三件事哦，就是今仔演出的上重要，我特别讲哦，这个小龙集团，我感觉特别讲，我今仔算出来差不多有6000-7000人看过啦吼，但你想看无？已经看有6000-7000个人看过。我上大一个目的，就是要把一颗幸福的种子播在各位的心中哦。我希望讲大家较常看到了，你爱出去珍惜哦。感觉讲，伫这个社会，啊，伫这个国家间，伫各个中间、中间哦，咱真会当去珍惜咱的家庭，吼，咱会珍惜咱的亲子之间，诶，这个感觉哦，啊，感觉讲
先话伫这个资料电子遮是真重要诶，这是我上大诶重点啦吼。啊，希望今仔日诶四如龙春节戏剧能够带给各位的幸福，谢谢大家，谢谢。好，我们再一次谢谢我们的里长跟校长，谢谢两位，谢谢。那等一下呢，我们要为各位所呈现的是我们的幸福日记簿，刚刚我们的校长已经报告过了，刚刚各位看到你看到我们非常非常辛苦哈，必须要在这个大的蛋糕底下这个舞台为各位呈现我们最精彩的表演。现在接过各位的双手，我们最